No, yo.个性修治，我得想先把时钟讲一讲。等一下，我知道，先给时钟讲一讲好了，鹊桥先，然后你加我，等一下，哦。太扯了吧！欸，所以这是挂机手游，可以看到吗？马上修多啊！那是累积的啦，紫色可以先练嘛。三倍速。想先把紫色练上去，不对啊！不对啊！我们现在应该要先抽那个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个时装抽卡好像还没跟你讲过哎。哦，时装抽卡，先来个十连抽看看。哇塞！可是我觉得伙伴有点废，伙伴也来十连。哈哈，什么鬼？仆人也是一只角色。其实我印象中有点忘记我讲到哪边了，因为他是角色再结合时装啊。都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哦，对，它其实有排行榜哦。微分其实就是战力哦，那战力目前第一名的玩家是在这个右边就有他战力了。啊，他目前第一名哦，在。排榜第一名的玩家，然后这边有他的一些阵容，也可以讲一下那个吗？反正有点乱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些妆好了，反正。太少，很奇怪，这游戏怎么都没有活动？这样，嗯。